上悠悠太空号。小朋友，准备开始今天最有趣的星际冒险了吗？我们一起前往第一站动感星球。大家好，我是连哥哥，今天要来跳舞了，所以我们先来做暖身运动咯。首先我们先把两个手手变成一个拳头，再来把手手打开来，有一个口号我们一起慢慢的说，预备开始，右边打一打，左边打一打，右边打，左边打，右边打一打，很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变正常的速度再来一次咯。预备开始，右边打一打，左边打一打，右边打，左边打，右边打一打，最后我们来跟着打起精神来，这首歌曲的歌词一起来做一次哦。预备开始，打起精神来，打起精神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打起精神来，帮自己拍拍手。现在呢，就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跳这首《打起精神来》。我们今天约大家来打球赛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好诶好诶。那么悠悠家族帅气的哥哥们集合喽！没问题，马上到。Hello， 我们来了，看我们来大显身手。说到运动，怎么可以少得了我们呢？哎，但是柳丁哥哥，你身上背这么一大包是什么啊？你们不是说要打球吗？所以我把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带来啦。嗯，对啊对啊，我现在全身热血沸腾，想要赶快运动啦。那我们赶快来暖暖身，等一下就马上来赛跑啦，耶！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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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
一点点就赢了，太可惜了。对啊，香蕉哥哥，你也跑太快了吧！恭喜香蕉哥哥获得第一名，而且可以得到奖杯一个，对啦！请说得奖感言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首先，我要感谢香蕉妈妈把我生成长180公分这么高，另外她还生给我一双很适合赛跑的大长腿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平常都有多加练习，所以我今天才有这种表现啦。嗯，真的，香蕉哥哥跑步真的是你的强项哎。谢谢草莓姐姐称赞啦，救命！哇，香蕉哥的运动细胞真的很好哎，好像所有的运动都难不倒他。哎。可是其他的运动我也很擅长啊，如果是比其他的运动啊，说不定我就不会输喽。嗯，其实不止跑步哦，每一种运动我都很喜欢，而且我都会练习耶。嗯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再来比赛。嗯，好啊好啊，我也准备好大显身手喽。哎，那要比什么啊？当然是比我们擅长的啊。哦，没问题，就比我们最厉害的棒球。OK。那草莓姐姐，我们去把棒球用具拿过来吧。好哎，我们马上回来哦。嘿嘿，香蕉哥哥，棒球可是我们天天都在玩的运动哦。这次你要赢啊，可没这么容易哦。哎呦，输赢哪有那么重要？最重要的是好玩就好啦。嗯，对啊对啊。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那我们就赶快来运动吧。可是我们只有看到球棒，没有看到球哎。哈？怎么会没有球呢？啊，球。球怎么了？球没了啊！没有球，那怎么玩啊？大家赶快帮忙找一找。这里吗？哪里呀？球怎么不见了？他跟我玩起躲猫猫。手套约好朋友打球了。哎，小棒球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到处找一找。左边找找，右边找找，前面找找，后面找找，看看周边翻翻墙角。哎，找不到。客厅找找，房间找找，厨房找找，厕所找找，拉开抽屉翻翻床找，也找不到啊。球球，它怎么不见了？难道球球它也有长脚？真好笑！球球，它肚子吃饱饱，滚来滚去，滚到哪里去偷睡觉？奇怪，哎，你们那边有找到吗？没有。那那边有吗？这边也没有。啊，那柳丁哥哥跑去哪里啦？对耶，柳丁哥哥去哪里了？我来了，柳丁哥哥回来了。对呀，他手上还拿着一颗棒球哎。柳丁哥哥真棒，你的球在哪找到的？哎呦，其实球在我家里啦。啊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们刚刚找了很久哎。对呀，害我们东边找找，西边找找，都找不到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不要怪柳丁哥哥，让他自己说嘛。好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啦。其实啊，昨天练习完之后，我就忘了把它放回原位，就不小心带回家了。今天又忘了把它带来，所以对不起。没关系啦。你们不生我的气喽？哎呦，柳丁哥哥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啊。嗯，而且你如果是无心犯的错，只要及时承认错误，并且找到解决的方法，就是最好的道歉呢。对，现在有球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比赛喽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们不只有球可以玩，还要一起打出一个漂亮的全垒打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全垒打，你跑垒呀，我轰杀，一垒二垒到三垒。
柳婷哥哥，自己做错的事自己解决哦，你赶快去跟人家道歉，把球拿回来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你，快去快去，你要等我，加油加油，全力打，加油加油，全力打，你要等我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好了，我自己去。刚刚的星球好玩吗？接下来要带你们去更好玩的智能星球。哎，酷比酷比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什么事情准备好了吗？就是明天的才艺表演啊，你想到要表演什么了吗？哎呦，早就计划好了，我啊也练习好了哦，嘿嘿，这么快？你表演什么啊？哎，这是我的秘密，不能跟别人说哦。好朋友可以分享秘密呀，告诉我嘛。才不要呢，等明天啊你就知道啦。咦，那我先回家准备喽，拜拜。讲一下有什么关系，伤脑筋。悠悠妹，我刚刚有看到菲菲还有雅米他们在准备明天的表演呢，你呢？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我草莓姐姐帮帮忙啊。悠悠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到现在还没想到要表演的节目，实在是好烦恼哦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草莓姐姐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哦，你可以把你喜欢的跟拿手的写下来，然后从里面选出一个最适合的，好好练习，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哎，听起来是个好办法，那我赶快回家去准备，谢谢草莓姐姐。好，期待你的表演哦，一定很精彩。我啊最爱吃东西，看电视，讲笑话。是要唱歌呢还是画画好了，画画最能展现我的艺术天分。哥哥哥哥，雅米你别动，这个姿势很棒，正好适合我的画画主题，我决定了，你呀，就当我的模特儿。模特儿？啊，我刚刚不是说别动，你怎么又换了一个姿势？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哎呦，突然间灵感都没了。对不起，哥哥。没关系。啊，有了，还是我们组成一个双人啦啦队。等等，来练习舞蹈好了。悠悠，你我的朋友，悠悠，为你加加油，耶！哥哥，我已经有自己的节目，不能跟你一起表演了。哥哥要赶紧决定，加紧练习哦。拜拜。好啦好啦，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唱歌。我唱歌这么厉害，诶，弹吉他也蛮帅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还是我的跆拳道比较帅。哎呦，到底要表演什么才好呢？终于到了悠悠才艺大赛的时间，今天大家都带来了精心准备的表演，首先是酷比要表演的飞镖神射手。咻咻咻，接招！接下来是可爱的菲菲要表演的鼻子吹泡泡，轻飘飘吹泡泡。最后是漂亮甜心雅米要带来的爱心极光炮电波，爱心极光炮，爱心爱心。真的太棒太有趣了，草莓姐姐，我有很认真的练习哦。我也有。奇怪了，怎么没看到悠悠妹呢？
哥哥他还在家里想今天要表演什么。还在想啊？伤脑筋，到底要当吉他王子，还是要当唱跳歌手？哎呦，还是来一个功夫拳呢？哎呦，到底要选择哪一种表演呢？哦，太夸张了吧！小朋友，想要学习任何事情，下定决心和方向之后，就要专心一件事情，才能达成目标哦。如果像悠悠妹一样三心二意，老是变来变去，到最后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一项练习哦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美丽的热气球完成了，一起去探险吧。钓鱼钓到什么鱼？看我钓到一只乌龟鱼。妹妹啊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加菜就靠你喽。没问题，爸爸。今天我一定要钓好多好多的鱼，这样晚上就可以加菜啦。那我们可要加油一下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妹妹，这个地方不错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钓好了。好，来吧，甩竿。哇！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？看我钓到一只小金鱼。那爸爸想要乌龟鱼。那我要大金鱼。哇，那妹妹你可要加油咯。你在这边慢慢等，爸爸去旁边看一下风景哈。好。好。爸爸爸爸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在发光哎。妹妹快。一二三耶。哇。金色的鱼耶，好漂亮哦！哦，妹妹你看，这条鱼好漂亮哦。对耶，它是金黄色的耶。爸爸，这只鱼可以吃吗？会不会跟黄金一样硬邦邦的？爸爸不知道呢，不然你摸看看。硬硬的哎。哦，爸爸觉得啊，这条黄金鱼可能不能吃哦。不过啊，或许它会有其他的用途哦。其他用途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这条黄金鱼一定很值钱，我们可以把它卖掉，这样就可以买好多好多的东西，晚上也可以加菜耶。No, 妹妹啊，这条黄金鱼千万不能卖啊！啊，为什么不能卖？请问黄金鱼可以卖还是不能卖？一二三，不行，不能，两个人都觉得不行卖。因为黄金鱼很珍贵，然后可以生很多的卵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喽。妹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？什么问题呀？假设啊，你把这条黄金鱼拿去卖了，那就可以卖很多钱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啊，就可以买很多的玩具，然后再带你去买很多好看的衣服，好哎，然后再去吃很多好吃的美食，然后就没有然后啦。啊，妹妹，因为啊，照你这样花钱的方式啊，钱总会有用完的一天，那到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啊，有了有了，爸爸有一个好办法，或许啊，这条黄金鱼可以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哦。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黄金鱼从原本的一只，逐渐生长成一群黄金鱼喽。所以你看啊，从原本的一条黄金鱼到变成很多很多黄金鱼，我的黄金鱼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？对，这个呢其实就是滚雪球哦，然后慢慢的越滚越滚越滚，变成一根很大很大的雪球，这个概念很好哦。对，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啊，不要着急享受眼前的快乐，慢慢的累积，这样子黄金鱼就会越变越多啦。因为呢，就像柳丁哥哥一样，每个月呢都会有好好的规划，然后定期的放入黄金鱼，并且做好风险的控管哦。这就是我们用一只黄金鱼产出更多的卵，让这些卵再生出更多的黄金鱼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生生不息，不用担心没有黄金鱼啦。没错，其实啊，储蓄呢，只要做好计划，那花钱的时候呢，要控制好预算，这样你的钱呢，就会像黄金鱼一样，越变越多，越变越多。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培养理财和储蓄的好习惯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，今天的星际冒险，你们最喜欢哪一站呢？柳丁哥希望你们不管到哪一个星球，都要开开心心每一天哦。又点点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